他妈今天给你拼了，我就不起来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劝你还是别找大王，今天心情不好。你心情不好，我心情还不好呢。我真的是不由自主的想待在你身边，想跟你在一起。你别想都不想就拒绝我好吗？我愿意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接受我为止。我闺女动心了，那我能看出来你从心眼里边对我们家冰姐是真好啊。你给我争口气，把冰姐先拽回来。现在别人要抢我了，你着急了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全是假的。你在骗你自己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在骗你自己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是在报复你。怎么说呢，俗话说母子连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心里疼一下，妈的心里就得难受半天呢。妈，我昨天不该冲你好，对不起啊。其实我想明白了，我心里放不下的是从前那个南明姐，那个没有长大的南明姐。现在仔细想想，她只不过是我的一段回忆而已。真的，他对我没那么重要。妈，我是不是特没出息啊？有点。服了你了，就知道玩这些虚头巴脑的。你不喜欢，那我扔水里了。哎，谁说我不喜欢了？我喜欢。嗯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已经收到 CMC 学院的邀请函了，只要一开学，我就可以去美国了。天哪！真像做梦一样。这不是梦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要带你去过最好的生活。放我下来，哎，快放我下来，真讨厌。你也不怕别人看见？怕什么？来，你上学期跟我说要考这个学院的时候，我还觉得是没影的事儿呢，结果这么快就有结果了。小峰，你真棒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我想考，就没有考不上的。你倒是挺像我一个朋友的。谁呀？就是以前一个朋友。哎，对了，你要去国外的话要待多久啊？大概两三年吧。这么久啊？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但有个前提条件，得先把你接过去。真的？要不然我到了那边还得重新找个老婆，多麻烦。讨厌。冰姐，你放心，等我在那边扎下了根，条件稍微好点，我就把你接过来。
然后咱们买房子买车，咱们一起环游世界度蜜月，然后啊，你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我们家桑延最近有什么新的动向吗？啊，哎，人家全年级有三个人拿奖学金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儿子跟我说了，妈，明年呀，这学费呀就不用家里出了，等两年以后我挣了大钱，你也不用去卖菜了，跟着我享福吧。瞧我这儿子多好，没白养。我跟你说那么半天，我对牛弹琴呢。陆先生，那你看，哎，这上面说房地产公司成功之后承担那片地，总经理陆先生支持政府改造。这是不是就是那个？哎，我还没看呢，我就纳闷了，我一提陆先生，你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你出去待会儿行吗？姓陆，怎么了？陆总，这边请，车在外面。姑娘，啊，这是你们陆总。对呀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那我走了。啊，再见。知道了，我明天就赶过去。谢谢你们啊。陆总，嫂子有消息了。医生说，他能开口讲话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陆总，恭喜您啊。Mr. Liu, it looks serious, but it's not as serious as it looks. Things are only going to get better. Okay? Okay. Don't worry. Yeah, it's okay. Jin Sheng.高兴吗？高兴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我也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哎嘿，俩钟头了，算得清楚吗？小学数学学得不怎么样。算出来了。要是添置一辆车，根据咱们现在的业务量，两年成本就回来了。哎呀，值咱就添，反正现在好多超市都想要咱的净菜。行，一会儿我就去取钱啊。哎，大炮，说好了啊，按照老规矩，一家一半，咱俩分摊。那什么，
我去打听了，那个做房地产的老总真叫陆金生。听说从海南做房地产赚钱了，回来了。大鹏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成天成性的人太多了。你就这么肯定了？你不过去瞧瞧？什么好瞧？人家不关心你吗？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你心里最在意他了。当年你为他都疯魔了。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啊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我仔细的想来想去啊，有三种可能。咱们先说最不可能的啊。那天你去林场和他找桑岩，肯定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不说话了，不说话那就是默认了啊。那其他两种可能说不说的就没必要了。哎，到底发生没发生？有什么事儿没有？出你个头！喝点水吧你。说那么半天嗓子不干啊？那就是没有啊。慢着点啊！哎，好嘞。经理，这是上个月的账，你签个字呢，咱俩就两清了。好啊，傅林啊，你们菜好卖，下个月再给我多进一点，价钱好说。行啊，我那多的是。老四，经理，经理，老四，哎，怎么了？又是偷东西，这女的偷几块巧克力塞自己兜里，被我们逮着了。王大兰，怎么，你们俩认识？哎，喂，宿舍楼吗？麻烦您再帮我找一下桑岩，我一个小时之前打过电话的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吃了饭瞧你就给学校打电话。妈，我不是担心他出事儿吗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喂，还没回来？哎，谢谢啊。这孩子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？妈，我出去一趟，我去找找他，他也没准接婷婷去了啊。要下雨了，带把伞。阿姨，他们说有人找我，是你啊？对呀对呀，桑岩来找过你吗？没有啊，出什么事了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不在学校啊。阿姨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人家大学生都有晚自习的，他说不定在图书馆呢。没有没有，我呼他了，他也没回给我。你这他把我们家呼急了呗？阿姨，他又不是小孩了，定欧不了。不对，真的不对，我这心里不踏实，我得到学校去找找他。你回去上班吧，啊，婷婷。阿姨，婷婷，你回去吧。阿姨，你回去吧。阿姨，图书馆我给您找了，哎，他根本没在那儿，他们同宿舍的人也都没回来。这这么大的雨，他能上哪儿呢？这是，你先回去，他都淋成这样了。要不您屋里等。伯母，你们还出去喝酒，对得起自己父母吗？啊！什么大学生，臭流氓！你说什么呢，妈？我哭，你为什么不回？为什么不回？我哭就忘带了。妈，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我都欺负你了？啊！
我姥姥。到底怎么了？大哥，我快让你走了。我妈哭你的时候，你心疼亏，你知道吗？好。妈得知道你好不好，妈得知道。知道你在哪。好好好，我这不是在这儿呢吗？还是有点烧，带你去医院吧。没事，我吃点药扛扛就过去了。他怎么居然还敢回来？没让我碰上他，我要碰见他，我非得……你杀了他呀？杀了他，你闺女就没爹了。不过我看这王大兰倒不像冲着我来的，他现在变得特别老，跟个要饭的似的。所以啊，他们俩再碰上还不一定谁吃亏呢，瞎操心。什么呀，我儿子心善，他哪是王大兰的对手？等我好了吧，好了我得到学校去看着他。你别再这么疼你儿子行不行啊？干脆你买个盒子，把它装在盒子里边，天天带身上得了。说什么呢你？我又哪儿招你了？你咒我儿子死啊？什么装在盒子里，那不成骨灰盒？讨厌，这我哪想呢？给我拿药来。用我喂你吗？你说你要像对你儿子似的对我多好。哎，我这不是自己骂我自己吗？乐了，这乐了，乐了，乐了就好，天天这么乐呵着啊。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？我们正排练呢。我可能去不了美国了。为什么？怎么要这么多钱？就差三分，没拿下奖学金。我算了一下，一大笔学费，加上生活费，一年得十好几万呢。我决定了，我不去美国。那怎么行啊？别人想上还考不上呢，咱们不能被钱难住。钱能难倒英雄啊！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再一块想想办法。能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。我家那么穷，我爸又有高血压，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不是还有我吗？你还在上学呢，能有什么钱？我们可以先把你的学费凑齐，我去找我爸借点。对了，我好像听你说过，你爸开了家竞彩公司，就是比菜摊大一点，也没多少钱，不过和你的钱加在一起，凑学费应该差不多够了。生活费呢，我再找份活干，以后每个月给你寄过去。不不不，绝对不行，不行。哎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我怎么能让你为我花钱呢？我一个大男人还要靠你养活，绝对不行。哎呀，那就当是我借给你的，等你以后赚了钱再还给我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就这么定了。是啊，你现在最需要补充营养。我真后悔让你练这个。腿伤好了没有啊？嗯。爸，我想跟您借点钱。这孩子什么时候跟妈要钱不是理直气壮的呀？学会来这套了。这次有点多。多少？说。五万。
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美国那边学费太贵了，岳晓峰家里穷，一时凑不齐。那就让你帮他凑啊。不是爸说你，你们俩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吧？我已经下决心跟他好了。岳晓峰很有才华的，他现在遇到困难了，我们应该帮他一把。能让你出这么多钱呀？爸这辈子像孙子似的，也就刚攒这么多钱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心里也很矛盾。再说了，我跟你陪阿妮的竞彩公司要天亮车，钱都取出来了，你没法跟人家说呀。好，那算了吧，嗯，我再想想办法。现在这社会上骗子太多，你说你们家冰洁又那么单纯啊？你才单纯呢！好，好，好，冰清玉洁，行了吧？哎，大炮，冰洁就那么死心塌地的跟着那个男的？我闺女现在魔怔了，一心想着岳晓峰。要不我找冰姐谈谈去。他不会听你的，现在我都没在他眼里，他眼里边只有岳晓峰。女人一恋爱啊，智商最低了。小峰，你别着急了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爸还是提防着我呀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你爸卖菜卖了这么多年，怎么着也不至于手里连5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吧？可他拿去买车了呀。天底下有那么巧的事儿吗？从小到大，我爸在钱的问题上从来都没有骗过我。你别乱想了，小峰。我再想办法帮你去筹钱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听天由命吧。那种地方我可不去，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去。这么多钱啊！谁不知道你现在缺钱花呀？我这可是告诉你机会了。哎，但是要求要跳一些动感的、火爆的，跳完当晚就能拿钱。那我只跳舞？那当然了，除了跳舞你还会什么呀？南冰姐，这是你的演出费，给。啊，谢谢。谢谢苏老师，是苏老师给我介绍的公司，去了他们那儿
能挣很多钱。他真是这么跟你说的？是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为出国的钱发愁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去的好。为什么？没事的，苏红啊是名人，他介绍的公司肯定没问题。我是苏红老师介绍过来的。南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叫你久等了。哎，这有份合约，你看一下。签了，南小姐。签了合同，定金马上给你打过去。用得着这么着急吗？当然了，我们公司就急缺你这样的平面模特。我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朋友商量一下？上次你说要陪我去舞蹈学院看演出。其实你是冲着那个丫头去的，是不是？咱们俩已经分手了，我总得有我自己的生活吧。行了，你就是因为那个丫头才跟我分手的，你们早就认识了。说下乡去当志愿者，其实是跟情人约会去了吧？不是，我跟他只是一般的关系。岳晓峰，楼下有你的电话，蓝冰姐找你。好了。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你是演不过我的。跟那家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我只是听朋友说起过他们的事儿。再者说了，是他急着去要钱，我也只能成全他了。岳晓峰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今天只要出这个门一步，以后你可别后悔。你这个疯子！岳晓峰，怎么样，南小姐，商量的怎么样？签了。哎呀，那些女孩子在我们公司签合同都是很爽快的，我不骗你哦。经过我们公司包装出来的都成明星了，赚大钱了。签了。签完字我们就可以时装拍照了。南小姐这边请。南小姐，过来看看我们的化妆间和服装间。哎，这一套很适合你。就穿这个拍啊？啊，先穿这个，然后拍裸照。我不拍。哎，你是签了约的哦，违约要负法律责任。换好衣服叫我，我给你拍照片。
进来一个客人，没事总盯着我看，吃饭的时候还非让我替他服务，还给我小费呢。请拨零。喂，请问你这是哪里？你好，这里是上元公寓。上元公寓在什么地方？南培竞赛公司，阿姨，我是婷婷，你快来啊！怎么了，婷婷？怎么慌成这样啊？桑爷他，桑爷怎么了？他刚从楼上摔下来了，现在在医院呢。桑爷，阿姨，婷婷，桑爷呢？桑爷在里面做手术呢。哎，阿姨，快快快！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从楼上摔下来？你说话呀！说话呀！多冷丁50毫克入服，多参数监护显示，
血压恢复正常，心电图恢复正常，血红蛋白迅速回升，看来他的胸腔积血止住了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三人脱离危险了。真的，你没骗我。医生说他除了小腿骨折和轻微脑震荡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先把啊。阿姨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啊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对不起，你还嫌把我儿子害得不够惨是不是？你还有脸来？你给我走，给我走！李主任，干什么你？你来的正好，赶快把你闺女给我带走。林姐，没事吧？李汝霖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带他走，我不想看见他。汝霖啊，汝霖啊！回来呢，这么晚了，他干嘛去了？他拉货去了，可能得住在外面。您赶紧睡吧，别等了啊。桑烟摔成这样，咱不去看看？看什么看？再看那小狼崽子给咱们白眼儿，活该他！怎么不摔死他？你是不是人？这树林急成这样，你这个当舅的，还在背地里说风凉话？妈，这也该他们走走背字了吧？啊？你说这么多年，他桑烟就骑我脖梗拉屎，什么事儿都跟我较劲，那现在他们这叫什么？这我爸说的对，这叫报应。对喽，这才是我儿子呢。来，你们俩不干人事，我到医院陪淑玲去。你敢？妈，你别管这闲事儿了啊！你管这闲事儿干什么？你说当年我爸让桑林替我考个试，啊，那他是诚心让老师逮着啊，这不坏我吗？对呀。这事儿我都记着呢。你说你们俩，我们俩咋的了？甭搭理，来，咱爷俩喝酒，倒点。那母老虎看见也得给倒了。坐下，跟爸爸聊聊天。爸，让你打电话问问他，你问了没有啊？问了，说
桑岩已经安全了，没什么事儿了。你跟爸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知道你出事了，桑岩疯了似的赶过去，把我都给惊着了。说老实话，你陪阿姨生咱们的气，咱们也应该理解，是不是？桑岩知道你出事了，能疯了似的赶过去救你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像这样的好男人能有几个呀？是不是，闺女？您别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，是我欠他的。不是谁欠谁的，爸算是看出来了。你这辈子要是嫁给桑岩，爸就踏实了。